路上全都是，这边这栋楼还在装修，上次来也在装修。哇，那酒店出来一个，可以。那酒店出来一个，好的箱子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一直都人挺多的，这边。这应该都是往那个关口过来的，大部分都是，都往这边住的，往那边去打工的吧，应该，上班的都是往澳门，这边全都黑的。其实它有，这条大街好多店都倒闭了。这条街出境的都是那个口岸来的人，按摩店真是多的呢。澳门特产10块钱，哇靠，这还算得上澳门特产吗？廉价到10块钱。我感觉澳门应该是物价不高，这里有个按摩店。小按摩店，我原来在这边是遇到一个好年轻的，挺好玩的，比我上次到樟木头那个木竹是好多了，根本没法比。到那里是根本没法比，只要东莞你千万不会去做木竹，那简直是一个智商税。所以骗一些不懂的人。我在东莞再也不做这种东西了，不是原来的东莞了，服务业早就已死。
木突突，亮的这些白丁啊，哎，应该不好玩了，亮的这些白丁。好像有些女的还长得可以，我主要是挂着这个相机的，不好去那个。不允许开那种是暗淡的灯吧，不允许开暗淡的灯。应该可以，有的长得是可以。多少位的？这些街道，福建。主人都是美女住的，哇靠！这里全黑。搞夜宵的了，晚上。哦，上次来还没那么晚，现在要晚一点。晚一点，按道来说会热闹一点。这个商场。这里的菜好便宜，操你！这地方消费真是低。我记得黄瓜到东莞那边3.9，到这边1.1一斤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不敢想象。不知道这边租房多少钱一个月，租房便宜的话我都搬到这边来住了，在这边躺平感觉还会消费还会低一点。是不是这边最起码来说好玩一点，在东莞没什么好玩的，你又不进厂，厂也没得进。我真有这种想法，想搬到珠海这边来住。手机号码可以申请进去的。但是拍视频，街拍东莞的视频也没有流量了，因为很多人都看烦了，还不如这边的长，这边的视频。在那边拍这种的太多了，内卷。这边我也可以去一下澳门玩一下。你要是这边住房，我估计有点贵。金都酒店，莲花路这边出来就是。
这里酒店好多，这边100块钱几八九十块钱的房子大把的。我不想在这边住，我第一开始以为这边停车不好停，其实我在这边住还好一点。明天过澳门相对来说会方便一点，那边要走2公里多路，差不多要走40多分钟，像我这个脚步快的话都要。哇，好多按摩店。刚刚在那个木竹一条街过来，那木竹一条街店里全都亮了白灯，不给你亮那些红灯啊，那种就是说带一点紫色的那种，全都是白的了。现在我估计这边当时来说小姐姐还是有一些漂亮的，说句良心话，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在里面。过来一下，主要是我背着这个相机的也不好拍。反正你在这边来可以找到一些你满意的吧，只能这么说。比东莞那些，就是说那些木竹相对来说要好一点，然后性价比也高一点。现在只能到珠海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些，漂亮的了。小姐姐，在别的城市都没有了，很难看到的。听说好多澳门人都往这边过来玩，他们开着车的。啊，这边有些服务还是挺好玩的，就是400-500块钱一个嘛，一个的服务，600的就是算好的服务了，可以找两个了，600多就。你们知道啊，这个我说出来的话就不好了。刚才走反了，这边对直过去。就这种味道，不是说很漂亮，就有那种味道。觉得女人就是要这种效果，就是要那种味道，挺好看的。觉得女人穿了这些黑丝，就她的可以这么说吸引。吸引了50%的异性。那条街里面吃快餐挺便宜的，我上次在那边吃的。对对对，我要去吃个饭。要吃个饭。
小贩，三四个菜十五元都行。这边比起深圳消费还是很低的，比深圳是。我估计就是澳门那边应该比香港消费要低，不可能吃个猪脚饭还有50块钱吧。香港经济好，他工资高，他的消费就高了，每个人的消费能力就强了。他们的50块钱就是大陆的10来块钱，那他们的挣钱的那种就是10块钱都不到。这边没有了，只有前面好像有一条街全都是，没在这里。在这边，在搞夜宵。这里吃的快成酸了，好多吃酸的，回去吃。来个13元，搞个13的台式。一荤三素，现在还有3个蔬菜。哪些是蔬菜？这些了。啊，对。这个萝卜。萝卜。豆腐。豆腐还有呢。要猪血吧。好，拿个白米放里面的。我还以为你要把快餐给我包了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支付宝到账13元。随便找一个，来花菜吧。13块，给你了。他隔几天了？一起收款4元。哎，13块，经济实惠。汤大排档，这边的少妇多好看一点。红酒炒两个菜，到这里一瓶酒炒两个菜都花不了多少钱，这边消费不是说很高。
十个十三个快餐，不过一天你随便搞一下，喝水都要喝个一二十块钱。我对吃这个快餐来说不是错，你高跟低都没什么区别，其实来说。还是珠海这边好玩，最起码说你有钱也享受到一定的服务，钱的价值就是给人带来服务啊，你也服务别人，你用钱去用别人来服务你，这就是人类的这个创造这个钱的方式啊。这个连锁店还是挺多的，这边你个画才二十块钱，这比东莞还便宜，东莞都在一般来说都要三十。广州比这边的消费还高一点。7块钱一小时，我靠，这真的是很有人性化。这里停车才7块钱个小时，像我这种城市，人流量那么大，它都规划得很那个。在东莞，20块钱个小时，我100块钱一个晚，120一个晚上路边的，都有他们自己定价。交通网越来越衰退，这个是必须的嘞，连这个停车的地方呢都是由他们自己定价，没有个统一，连东莞的城市都能够定到20块钱一个小时停车，人家这个地方
就在贡德考旺这边7块钱一小时，一般是10块钱一个小时，你见